你是领导，喂，领导，你把我抓来干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干呀。为什么抓你？你不清楚吗？嗯。有时间再是磨嘴皮子，还不是赶快交代了。这个，从哪儿来的？这胶囊吧，这是。哦，对对，我之前在药店买的，我前两天感冒了。看来你还是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啊。嗯。那我就给你普普法了。这个含有曲马多和芬太尼，精神管制类药品。你涉嫌提供麻醉药品和精神管制类药品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情节严重者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简单的说吧，你贩毒。不是领导，你别吓我，我哪敢贩毒啊？这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多是那什么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的。就再说了，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做的，我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被他老板娘害死了我。谁？不是领导，我说我全部交代。其实我也是受害者。我说那个，就是那个小蜜蜂的那个蛋糕店的老板娘，我之前呢就在厂子里卖笑气。你们知道啊，这个笑气啊，我给你普及一下啊，这笑，跟谁普及呢？是。笑气呢，它其实是能吸的，它会给人一种就是非常爽的感觉，很多人呢就把它冲到这个气球里面，他们自己吸。这前两天呢，老板娘叫我过去，说有新货到。哎，领导，就是这胶囊，他让我卖，当时给我的时候就这么几板，然后用那个橡皮筋捆着，连个盒也没有。那你说我能干吗？那我指定不能干呀，对吧？这万一吃死人怎么办？啊，这是药三分毒啊，所以呢，我当时就不想干，这后来也架不住，他利润太高不是？他说了，这批货如果卖得好，下批货那我就是渠道代理啊，所以我就同意了。为什么会有两种药？那个领导，其实是3种，你看，那蓝色的是升级版，药效强，然后那个效果更好。我呢是之前在那边买的那批货还没弄完，所以我就先拿点让那个老客户试试水。你说的那个老客户是刘彤彤吗？对，刘彤彤我是认识，他经常来买我笑气，这不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吗？这胶囊你是按板卖还是按颗粒啊？领导是这个样子的啊，这得分人。你比方说啊，就是童哥这样的，这童哥谁啊？就是刘彤彤嘛，他是富二代。你像对于这种富二代，我们都是一板一板的给他们，让他们先玩。那一般人呢，我们就按粒买，一板12粒，1粒30。你这意思，应该还卖过很多人吧？不是，这个特别畅销的，领导，他们在那个戒毒群里头啊，我告诉你，供不应求。很多人卖。啊？都是从面包店进的货。那个小道消息啊，据小道消息说啊，说这些药是从一个研究所里流出来的，那个小蜜蜂的那个蛋糕店老板娘，那个女的，我跟那个研究所好好说话，哎，就是传的嘛，说跟那个研究所里面有一个研究员吧，就有那种关系，就说清楚哪个研究所，就是离养殖场不远的那个药物依赖研究所啊。确定吗？陆总，哎，所长，哎，所长，陆总，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警察到所里面来问了。为什么呀？说呀。有人卖残次品，被摸到了尾巴。啊！我发誓，我绝不敢为了这点钱拿项目来开玩笑的。陆总，我知道 C4 计划在您心里有多重要。哎，实验的进展怎么样了？啊，那个正在按照您之前的实验思路实验，就是数据上看没有任何问题，不过
投入生产之后，效果还差些。嗯，那这个残次品怎么处理啊？销毁，这次我一定保证全部销毁。好，残次品你来处理，残次的人品我来处理。去吧。哎。陆总，这个安全做人太贪了，容易出事，要不要？不要。现在正是实验的关键时候，而且这个事情应该跟他没有直接关系。他好像有个情妇吧？我去查一下。来来来，抓紧时间，抓紧时间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那个大家都挺忙的哈，大家辛苦了。然后抓紧时间，我们把每个人手上正在调查的事情，我们碰头说一下。这段时间因为熊之北回来了，有。哎，熊之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怎么能不来呢？咱们队里都乱成一锅粥了。不是，你在这边躺着吧。你这是身体，那你先坐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都已经办了出院手续了。哎，你们都坐坐坐坐坐。哎，咱俩是碰上去了啊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。那个，我们这样谈这件事情呢，现在这件事情呢有点邪门。事发当天晚上呢，犯罪嫌疑人跑进了雅居小区，东子就和玛丽想顺着监控摸进去，可是刚巧他们小区的监控正在维修，小区也不大，前后不到两个小时的事儿，我们就挨家挨户的查，结果都说没看见。你的意思是，他背后还有人？八成是这样吧，而且。身份肯定比较特殊。继续查，只要是狐狸，终究有露尾巴的那一天。还有那个新型毒品案子，牵扯出药物依赖治疗研究所的人，这个研究所和三二集团，我觉得一定是有某种渊源的。哎呀，还真是头疼啊！这个 CR 集团是咱们赣都的纳税大户啊。纳税大户怎么了？犯了错也得扒皮抽筋，该查就要查呀。说的对，说的太对了，把我说兴奋了。关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，我做一个分组啊，我跟杨队还别。由于身体原因，就留在家里作为机动人员，其他的人你随便安排。不是我怎么能？哎、老熊，老熊，你就听小磊的吧，你这大病初愈的，该休息得好好休息，不急啊。啊，行行行行，我激动，我激动，我替你们的，行吧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，这身体杠杠的。走吧，走吧。老熊，哎，我们聊聊吧。怎么了？你身体行不行啊？没问题，我觉得好得很，都办了出院手续了。那就行。那个，刀刀，她不光是我好姐妹，也是花城禁毒支队的支队长。在咱们这边受的伤已经很没面了，你得好好照顾人家，不然说出去多难听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知道什么知道？哎，你知道叨叨对你有意思吗？别跟我说你对他没意思。那个我还行吧。去看看人家，知道吗？这是命令。Yes, madam。知道，放心吧。走了。